游戏越来越多，彼此之间也越来越相似，感觉重复性有点高。现在呢，就有游戏开发公司搞起了双拼，像是动作游戏加上角色扮演，你可能会想到《萨尔达传说》，但是现在如果是动作游戏加上卡牌，你会想到谁呢？螺旋风暴是由腾讯旗下具有实验性质且号称最有良心的 Next Studio 所开发的动作卡牌游戏。你一定觉得奇怪，卡牌游戏怎么会配上动作两个字呢？因为螺旋风暴把即时战略所需要的操作元素加入其中，所以整个游戏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在游戏里面有四个阵营，各有两个角色，拥有的能力也不一样，然后搭配上从螺旋精灵里面得到的卡牌，组合成一个八张的牌组，你就可以上线和其他人切磋了。比赛的节奏也很快，除了要一边走位躲避攻击之外，同时也要看着你的法力值来使用卡牌攻击对手。而且游戏经过了几次的测试，玩家间也开发出所谓的植物流、召唤流等等特殊牌组，你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套路。最近正在进行四个阵营的四皇测试，喜欢快节奏卡牌手游的你可以去官网登录并立即预约，说不定可以拿到最新版本的测试资格哟。